么搿能里过？下面的下面的金龟子，阿妈，救命啊！我现在只看到你的相机。嗯，我的角度很清楚，刚好看到那次。但是鹅应该已经死掉了。哇，那只鹅真大胆，直接停在螳螂身上。奇怪，要拍一下，因为背光的关系也看不到。你先 focus 在这边，那只鹅还活着呢。它趴在它背上。这只鹅应该已经死了。它的那个还在动啊。但是它，啊，它头还在动、啊。对啊。它身体都被吃掉一半嘞。对啊。你看头还动的很厉害啊。可是它身体已经被吃掉一半嘞，它后面三分之一都被吃，三分之二都被吃掉嘞。已经被吃掉三分之二了，头都还在动。天哪！还在前，还在挣扎。来看一下背面，螳螂啃食了一半的身体。翅膀都已经吃掉了。
喜欢吃活的。想吃饱，嘴巴不动，细嚼慢咽。它从背部开始吃啊，所以它也是跟昨天那只一样，就是吃里面的肉，然后外面壳不太动。还在挣扎的。可怕！它的天线还一直在通，一直在通。他已经，你看他的脚抓着他另外一半身体，另外身体在这边呢。你有没有看到？他的身体在这边，头在那里还在动，然后他身体在这里。是啊。对啊，他在吃他头那里，然后他另外一只脚抓着他的后半身。换个镜头，换个镜，换个角度。对啊，他的另外一半身体还在旁，被他抓另外一只脚身上，然后头在那里，然后他在吃头那一端呢。然后另外一只脚，它从中间吃到把它分成两半了，然后就在啃头那里，它被腰斩了，是一个残忍的死法。它现在应该真的死掉了。没有啊，头还在动啊。没有啊，没在动啊，没有在动啊。有啊，腿还在动啊。哦，这个角度好。想拍过去一点。